OK，好，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又简单又难的东西。OK，那么首先你们要学会算一元二次，不懂事。上次你们学了一元一次，然后你们也学讲划线，对吗？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啊，如果 x 平方加 3x 大过或等于54，OK，我们尽量让全部东西在左边，右边是零。OK，它会变这样子。OK，然后过后，你54的话就是96，54嘛，所以9减6咯，OK 等于3，所以 x 加9 x 减6，大过后等于0。OK，那么我们划线的时候，我们一个是画负9，一个是画6。OK，因为 x 加9等于0的话转过去就变负9嘛，然后 x 减6等于0的话转过去就会变6。OK，所以放了两个，那么这个加。这个我们就画两条线咯，因为是大过或等于，你会看到全部会去这边嘛，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学的东西。但是这个是一元二次不等式哦，OK，你不能这样子做，OK。那么首先你要先看，如果它是一定是从右边加减加哈，它一定是从右边开始加减加的，OK。那么我们看这边，这边是大过零。对吗？大过后等于零，所以我们就看加的那个地方而已，我们就不要看中间那个。所以我们的答案其实真正是这样子。所以 x 它可以是小过后等于负九，或者是加六。那个这个只有在一元二次就是在你看到 x square 的时候才会这样子做。OK，所以你的 x 是小过后等于负九，或者是 x 大过六。OK。再来啊，再看呢、啊，四 x 平方大过一，所以如果我们把四除过去，x 平方大过一 over 四，所以 x 平方等于 x 等于正负一 over 二，所以会有两个号码哈，一个是负一 over 二，一个是一 over 二，一样加减加，OK，我们这个是大过对吗？大过哈，所以大过的话是加那边，看加那一边就好了，OK，看加那边。所以我们的答案这节就是外面那两个，所以 x 小过或等于负一 over 二，or 是 x 等于大过或等于一 over 二。看这个，三加二 x 减 x 平方，小过或大过或等于零。我们一定要排它，所以我抽负零，抽负出来，然后负都变正，正的变负，然后就变成 x 平方减二 x 减三，小过或等于零。因为我抽负嘛，然后我丢去后面，所以负的话会让那个符号变方向嘛，所以 x 平方减 2x 减3，所以 x 减 2x 减1小过后等于0。OK，这个是我们因式分解过后的，所以我们的号码可以是2和1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先做出来2和1。OK，一样在右边开始写加减加。OK。然后它是小过或等于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去看中间那个减的，刚刚是大过或等于零，所以我们看旁边两个嘛。可是现在是小过或等于零，所以我们看那个减的，OK。然后我们的线就会是这样子，看到吗？所以我们答案就是一，小过或等于 x，小过或等于二。OK，那接下来，不好意思啊，接下来哈，我们这个 2x 平方小过 3x，所以我们会这样子把全部东西带去左边。那么我可以做什么？我可以做。把 x 抽出来，所以我会拿到括弧 2x 减3小过零。OK，那么我的 x 可以等于零，也可以等于3 over 2。OK，一样加减加，所以我看的是减，因为它小过零。OK，然后我就答案会是这样子，因为我是看减的嘛。OK，然后我的圈是白的哦。OK，因为我是小过哦，没有等于哦，圈是白的。OK，所以我答案是这样。
那么我这边写错了啊，这边应该要是小过，这边应该要是小过 ，OK， 好，下一个，如果是不等式组的话怎么办？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做。上面这个是 x 加一小过零，所以它没有 x 规，所以我们就是 x 小过负一。So 我们然后下面这个因为它有 x 规，所以我们因式分解 x 减三 x 加二大过零。所以我们先写三个号码出来，负一写出来，先写负一出来啊。所以负一那边 x 小过负一，对吧 ？OK， 我画了那个线啦。然后这个负二跟三这边我们看，它是大过零。OK， 如果我们从右边的话，这边是加，因为如果是负二跟三的话，你就不能看这个负一，这个负一不存在。OK， 加减加，所以它是大过零，所以它就这边。所以唯一跟负一有干扰到的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。所以答案直接只有一个，不可能，这个就不可能是答案的话，因为它跟负一那边那条线没有干扰到。OK， 所以 x 小过负二。再来，如果看这样子，两个都是讲两个都是一元二次。OK，factorize 小过后，我们做出来。先看第一个，第一个是三。跟负一，三跟负一 ，OK， 它是小过零，对不对？三跟负一的话是这样，加、减、加，对吗？所以它们的减只会在这边，那么再来我们看这个，这个是负四，这个是一。那么负四一的话，它的加是在这边，减是它们两个中间，加是在这边。OK， 然后它也是小过零。OK， 所以我用红色啊，是这样子。那么有变色的地方，就是黄色跟红色加在一起才是我们真正的答案。OK，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答案，因为两个地方碰在一起，所以答案就是 negative 一小过 x 小过一。OK， 就我们今天是5:30，是交到这边。OK。